苦瓜顶芽会有一点啊，即个臭打臭打吼，足侪人会甲你讲啊，迄可能即个缺钙吼、哦。那么缺钙当然是会啦吼、哦，缺钙缺硼吼、哦，尤其若是臭打心吼、哦，那么多数是含即个硼即类的一个啊钙硼的即个缺乏吼、哦，有较大的即个关系。所以啊，咱先看卖者，就是讲伊是毋是迄个比例真悬，还是少数有一半个啊有一款的即个情形啊吼、哦。那么因为伊即个了啊臭打臭打有通常有两种的即个可能性，当然啊一寡即个。啊，伤过头冷吼，也是讲许呢，伤寒、伤热、伤焦、伤湿所造起的缺钙硼吼，钙甲硼呢，即欠缺吼，即伊心肺呢啊，原来臭焦，但是一般吼，伫伊心肺要臭焦进前，若是营养元素的一个即个关系，伊心肺要臭焦进前，迄心肺出来就已经啊，即个歪头歪头啊，就是讲袂安尼抽抽正正，伊出来心就歪头吼。即歪头你看就知影吼，即你就感觉迄个形就是无啥啊，无啥对等，即你就知影讲伊通常就是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缺钙吼，啊缺硼吼，伫即个地顶头迄个心吼，迄、那个所在无顶开的，即、这个所在咱卖甲算，你家己倒摸落来，差不多200-300个所在摸看卖啊吼，迄、那个所在若是扁扁，啊你就爱足细致的啊吼，迄、哦、就是足标准的即个缺硼，啊看你即个顶呢应该是无扁扁吼、哦，啊所以呢即看起来不像是缺硼，但是因为无讲足详细去甲摸然后，只是讲我看你的相片无看袂出来是啊即款的即个情形，而且即个。伊长的顶冠迄个毛拢阁真侪吼，非常的即个感觉，要阁生长势应该是还不错。啊，但是既然不话你讲一波讲啊，生长势还不错啊，啥物毛嘛拢真正常，迄就是表示伊长的营养应该是算健康。啊，是安怎阁会臭焦哦？这当然，伊毋是干呐讲安尼啦吼，就讲那即咱第一就是讲看到即个情形，咱想会到的，咱就先甲你讲者，啊，即就是讲缺钙缺硼有可能，啊，但是即是毋是拄则一定要甲伊排除掉去啊，吼，就是讲因为咱若看到缺钙吼，伊拄出来先买着，啊，未臭焦进前，伊就先起头啊，哦，即未正常，迄毛嘛未遐尼水啦吼。啊，若准讲缺硼吼，即尤其会臭焦，通常含硼有做大关系。你甲摸倒落来时阵，有当时啊，迄个顶会小可变变吼。所以即两种情形拢无，啊，佮有啥物情形会去产生讲伊个心脉即个即种臭焦的即个情形呢？即有可能是即种像即个夜蛮类即个即个吼蛮类即个即个危害啦吼，就是讲咱有当时啊，伊伫即个吼呢。尤其较热量的时阵吼，啊，伫心肺这只只吼，那伊会变有一点啊，即个臭焦臭焦吼，咱的作物吼，即有一个即个较臭焦吼。啊，若准讲伫较老朽的所在，通常是二点夜嘛，对吧？啊，你这若是许呢，有可能是即个茶细螨即类的一个即种的一个危害呢。伊通常吼伫作物呢，最主要吼，最主要拢是即个心肺吼。那么伊若是伫心肺迄个所在，伊就会去食着了迄、那个。咱互伊危害呢，伫即心脉所在，就变安尼臭焦臭焦吼，安尼 QQ 吼，即血啊，即个性呢，就无啥物，就安尼真无正常吼，所以呢，即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呢。除了讲即个二点夜嘛，以外呢，佫有一个是即个烟啊吼，有当时你甲吹吹无吼？你甲找无即个红蜘蛛，但是找无红蜘蛛呢，有当时你着看到伊介先有一个啥物即个卵吼，安尼金金伫迄个掌顶吼，然后看到一个啥物物件伫遐跳来跳来吼，即、这个有一点点浅浅的即个绿色吼，即款的即个情形，所以伊个心肺呢，即个耳呢，着安尼顶袂开吼，喉啊边啊哪创，你啊黄黄，然后着安尼臭焦臭焦即款的即个情形，即有可能是即、这个二点小绿叶菜。炎啊，所以你这应该是，那不是这个茶细螨，就是二点小叶叶螨，哦，二点小绿叶螨，哦，这款呢，这个这个危害，所以药啊呢，稍来改这注意者，吼，改处理呢，稍改这个喷喷的，哈。那么因为苦瓜伫边啊顶吼，这心脉搁伫较悬吼，所以有时啊，咱咧抓这个药啊时阵呢，无解好抓吼，所以这个困难是伫这只只。那么你知影这个这个原理吼，所以咧抓这个细螨吼，有诶好朋友讲这到底是啥物药啊较好用吼？这其实它真的没有什么特效药吼，这无啥物。
无啥物药啊，讲是特别吼，特别即、这个啊，落去呢效果特别好啊，一比一重吼，无迄种吼。那么尤其红蜘蛛的这药啊，红蜘蛛的一个即、这个即种世代足短吼，世代很短哈啊，伊一代一代生的速度足紧的，所以你发现讲有啊都有蛇啊蛇在咪来，所以爱连续蛇两遍到三遍啊，啊先一遍甲伊即个结落倒啊来过来的。啊，较凉些话，即、这个病害呢就会稍微减少一点点。啊，今年哦，啊，目前即个天气安尼甲看起来呢，到目前为止雨水真少吼，所以即个2.1万的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真严重啦吼，2.1万啊是讲即种诶，即、这个叉四螨啊是2.小绿叶蝉吼。啊，即类诶，即个小型害虫弄会较严重吼，所以你一定爱小心啊，来家做好即方面诶即防治吼。啊，即看起来应该是即款诶即道理伫咧吼，啊，提供互咱周围好朋友吼，小做者即个了解着吼。